人刘湘慈最近拍完了电影《天后之战》，而有周刊报道说，因为剧组很照顾演员，吃得太好了，所以刘湘慈因此胖了6公斤，现在正靠运动在减肥当中。不知到底是不是真的呢？答案很快就会知道了，因为刘湘慈将会在彰化县的跨年晚会当中有表演，到时候民众可以自己看个清楚。我以前的个性接的角色不是就是坚毅啊，就是剩男啊，要不然就是警察，然后觉得好开心哦，可以美美的这样子。就来到这边呢，我发现这个老师好像也不是怎么文静的。这是刘湘慈在拍摄电影《天后之战》时的受访片段。有周刊报道，因为剧组很照顾演员，提供的伙食和演员假修贺。拍完电影，刘湘慈就胖了6公斤，现在她正在运动减重中。这是真的吗？等刘湘慈在彰化县跨年晚会表演，观众就能眼见为凭。